这傅太师为继人臣皇亲国戚，按道理来讲，他应该比普通的朝臣更爱黎民百姓。太子是未来的天子，黎民百姓皆是他的子民。与民争利，便是断了太子的根基。这傅太师上对不起自己的外孙，下对不起天下苍生。他就是混账，东西。娘子，为了你的安危着想，要不我重新写一封休书给你。 你敢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管他什么太师，我一刀下去，该秃还得秃。这三朝元老年岁都这么高了，娘子，他们怕是不怕你的刀了。